觉得今天状况还是没有调整到很好，可能是因为就是请到很大咖的人，可能太想要表现，所以有点失职。我觉得他就是一整个就是很放松，然后很自在那种感觉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就会想的比较多。阿妮塔的身材方面跟她的经验上面，都相对的比雅倩的来要好，也很难得，也可以看到亲眼看到她在来台湾这样的比赛。MMA 以前都是在网络上这样看到，其实在她身上也看到蛮多，雅倩的一些缺点，然后来针对这些缺点以后来加以改进。原则上我都会针对他的一些动作上，然后在针对比赛当中速度上的技巧里面去做一加以改善。场上的那个氛围有比较不太一样，就是其实我们在投掷比赛这一次应该是最多人的一次，那就是也蛮热闹的。因为我那时候上个月去到美国，就是整个那个环境的那种气氛就是又跟台湾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就是未来有机会可以再更好一点。